前就在超过220个国家和地区，口罩可以支付到2万。就是澳门标准的那个已经申请到了，然后大概上个礼拜申请到，这是现在已经来了有十几批的这个国外的，还是从中国采购商过来洽谈，目前预订量大概在1000万片左右。